那你就继续练吧。是师兄。
搞不掉哈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敢来花园？到别处去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皮痒了吗？欠抽了吗你？不是，小宋想找个人。找谁呀、啊？他叫方雷。方雷？是啊。他不能见你。师傅，他现在还好吧？他本来是朱家军的小舅子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别在这瞎猜了。既然没事，为什么不让我见？我说不能见就不能见，快走吧。哎，师傅，小宋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师傅，等一下，师傅，你让小宋见了一眼吧，求你了，师傅，让我见了一眼吧，开开门呐，师傅。还就虎子。
出手就擒，没你们的事，都滚开！你在这里行凶，还是没我们的事？给我抓起来！站住！有人想杀我们？不是想杀我们，蓝色姑娘。Hai người đó. Chịt chứ. Quả hấm 8 phút là thua đó. Đi xong cái như kẻ bằng ngoan này được rồi. Ném quả 30 phút thì miễn thứ luôn. Thank you.
死而开，切，更何况只是个小小的规定啊，是不是？怎么着，皇上不愿意出这个力？非也非也，只是此人的粮食多，恐怕足以许愿。不多不要紧，那多少那是点意思，可你要抗拒我敲，那可就是抗旨，就别怪楼主不讲情面了，你说呢？皇上，告辞了。
谢谢啊，谢谢。师傅，这么走，他若是不知悔改，自会遭到噩耗。这些都该死的。